我又跟我妈来赶集了。我到五六十岁的还没，人家都散场了，我们才来。你过过你们。热闹的，这个时候还蛮多人。往年这个时候，黄谷鱼，好多奖金。不要。啊？是啊。我不想吃，我不想吃。今天还人蛮多的嘛，我们去问一下猪肉的价格。我们家要杀猪了。买点水果去问一下猪肉的价格。哦，快过年了，这边还是挺热闹的。妈妈今天买点什么？我买点芹菜。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买一样。好热闹。来问一下猪肉的价格。都卖完了，感觉。卖完了，不多了。好姐姐。干什么？卖完了，你去逛干啥？你那都摆空干啥？你光摸着偏买过吗？光是偏买过。买点糖，买点芹菜。今天我跟我妈妈就买了这些东西，妈妈看一下，买了点菜，买了点糖，因为家里的小宝宝来了，那个我姨妈的外孙女来了，然后今天主要是来问一下猪肉的价格，因为我们明天要杀猪了，然后猪肉的话，因为我们来的晚，散场了，他说开场的时候是卖30，然后现在散场了，都卖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肉他就卖28了，就相当于低价处理了。嗯，我觉得现在肉价还是蛮贵的哈，不过幸好我们家自己养猪了，明天我们家杀猪哦，现在我们回去喽。给宝，拿个糖给宝宝吃。等一下，西。天下西，要不要？天下西要不要？火腿肠要不要？哎，哈哈哈。